重机，走。张大人，小女新学一曲，想请您雅正。好啊，取为何名？名曰断眉。断眉。要是狄青在就好了。下去吧。是。狄大人，有个棘手的事儿，想请您帮个忙。什么棘手的事？那个昨晚内狱中的李大人离奇死亡，跟他同狱的是这三位大人，您能不能帮我们哥俩辨别一下，到底谁是凶手啊？好啊，让我来卜上一卦。啊？卜卦断。都说狄大人断案如神，原来是一江湖骗子。就是。居然是乾卦。大人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，这杀人越杀越吉利，特别有利于一位大人物。不是，狄大人。可不敢乱开玩笑啊。开玩笑的不是你们吗？不是，你怎么知道？狄大人如果判别不了的话，不如放我等回去吧。我们宁愿去大理寺说个清楚。对，我们宁愿去大理寺。我们去大理寺去。对。好，我就判给你看看，真正的凶手就是他。大理寺卿，对吧？每日三课，课满即收。算命了，算命了！快点嘞！狄仁杰，你真的甘心在这臭气轰轰的地方待一辈子吗？世间已无净土，在哪儿都一样。那贺林家的女儿呢？当年你和你的老师贺林雨光坚决反对天后临朝，导致双双入狱。天后爱才多次招你归顺，而你却顽固不化，天后只能杀一儆百拿贺林家下手。你可知道，贺林家被抄之后，男的就充军充役，女的一律冲入关禁。那你是觉得
你抓住我的软肋了吗？天影案，你知道一二吧？崔大人，你来找我，是天后授意的吧？你以为呢？我会自己跑来触你这个眉头？那就请天后赦免赫连家的罪名。狄仁杰，我会如实禀告你的要求，但请你好自为之。崔大人是假案的，这犯人与官家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气运。官家运红，气势凌厉，犯人久求，气多沮丧。其实气运这个东西用衣服是可以盖住的，但有一样东西是盖不住的。是什么？就是眼里的锋芒。最近皇城内外人心惶惶，答应朕一件事，今后无论发生什么，你要永远记住，你是李家的儿媳妇。我答应。狄仁杰的事你拿主意就好了。是。奉圣谕，着狄仁杰协同代大理寺卿崔瑾侦办东都天眼凶案，侦办期间狄仁杰不得离开天塔。帮个忙。嗯。别忘了你的身份，我可以随时杀了你。这一次是陛下给你的机会，你只需要办好你的差事。不出天塔，这如何办案呢？我自会给你带来线索，你只需要好好分析，告诉我答案就好。这个是此案的卷宗。卷宗我就不看了，跟我说说案发过程吧。案发当晚，我的人在巡逻的时候发现有黑衣人偷袭张大人，便展开追逐。追到关帝庙前，黑衣人消失了，我们进庙搜查一无所获。在庙里却发现了一个牌位，上面写着张允泽。随后我便收到了张大人在烟雨阁与伺候他的红怒姑娘遇害的消息。时间为子时，当时外面宾客络绎，人声鼎沸，张大人与红奴进入厢房，万炷香的时间便双双毙命。红奴啊，你好好伺候本大人。
前。边缘平滑无裂痕，这头骨也没有其他的伤口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凶器才能造成这样的伤口呢？其他五起命案的死者额头上也都有同样的伤口，而且死去的女人无一例外都被剥下了脸皮。剥脸皮？伙计，哎，关爷，这是要打爬犁还是打刀剑？老板，看看这个。这位关爷，我这是铁匠铺，您这是？我们就想问问你，你们这儿有没有工具可以在这牛扇骨上砸出这种形状啊？这玩意儿一整就碎，这根本砸不出这种形状啊。狄大人，你说会不会真的有鬼啊？不会，大人都说了，这一定是人干的，人比鬼可怕。凡人过处必有痕迹，并不是凶手特别神鬼莫测，而是我们没有找到线索而已。对了，你们赶紧多找几家药铺，看看外域有没有像麻沸散之类的药物可以让人体僵直的。是。狄仁杰，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这个狄仁杰丝毫没将天后的圣托放在心上，这几日毫无半点进展，还对天后颇有微词。颇有微词就对了，这就是他，由他去吧。查案的事情还是多听听他的意见。赏。当年长安的夜，你们俩见过吗？见没见过九天昌河开宫殿，万国来朝的盛世景象？都没了，刀具之余，品级似尘。狄仁杰，你果然贼心不死。大人，陛下给你机会，你就该为陛下尽心竭力的办事，你竟不知死活污蔑天后，今天我就拿了你问罪。说。狄大人，城南十字街发生了天眼命案。王太医，封住里外，不许任何人靠近。是。案子那么急，
为何不直接放狄大人出来破案？咱们崔大人现在是代大理寺卿，如果让狄仁杰出来办了此案，抢了头功，大理寺卿的位子岂不是拱手相让？百江草，是，这种剧毒产自于高昌国的一个小岛之上，据说只要点燃半寸，便可释出刺鼻的气味。也正是这种毒气，让大量吸入之人四肢僵化，与石头人无异。这么刺鼻的气味，怎么能让死者在不知不觉中中毒呢？你看，就是他了。现在求我还来得及呀，案子破不了，你一样要完蛋。对啊，案子破不了，我完蛋，那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持君之路，忠君之路。想升官吧？你像你这种人，永远不知道我一路摸爬滚打上来的艰辛。我全身上下大小13处刀疤，每一道都差点要了我的命。你永远不会知道大理寺卿对我有多重要。哎，行行行行，赶紧说案子吧。贵人，今天怎么冷冷清清的？这世道不好，生意不好做了。姑娘们来招待客人。这青城阁中住的是何人？这。贵人，贵人，这可不合适啊。打开门做生意有什么合适不合适？快拦下。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让开。哎，死者是王璞，他是太医署的首席，专为陛下诊治，只是私下里有些放浪。出自杭州的青蟾寺。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会穿这样的衣服呢？案发现场对面就是烟雨阁。原来是这样。贵人，我是打开门做生意的，这姑娘的香阁可不是随随便便可进的，这要是让人知道了贵人今天进了这屋子，那您可得出去。这可不是银子的事儿。出去。哎呦，哎呀，救命啊，杀人了，让不让人做生意了？哎呀，救命啊，饶命了。哎呀，看来烟雨阁没什么收获呀。你怎么知道我去了烟雨阁？丝绸是你唯一的线索。哎，我们来个交易吧。我替你破案，这功劳归你，你就可以稳坐大理寺卿。
而我要的只是你为赫连家平反。狄大人，现在这个案子你一点头绪都没有，凭你这张嘴能破案吗？要是我告诉你我已经掌握了凶手犯案的特点，这离破案还远吗？凶案发生的顺序是按照九星飞功法的路线进行的，如果我的推断不错的话，也就意味着下一起凶案发生的地点应该就在镇外，而前几起案件男性受害者均为支持天后的人，那么接下来凶案发生的地点应该是在这儿。这里谁曾极力拥护天后，谁就有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。这儿歌房，洛阳歌房的沈三郎。沈三郎，报大人，又发生天眼凶案了。在哪儿？洛阳歌房。死了就死了吧。臣恳请天后让狄仁杰出狱办案。当初是你和我说不要放他出来，现在反倒是你来求情。狄仁杰就算没有自由身，依然可以通过线索推断出凶手的犯案特点。在我们接到洛阳府尹呈报前，他竟然已经推测出歌房将有命案发生。这并没有什么可惊讶的。天后圣断。好吧，但你得帮我看着他。是。你觉得我应不应该放狄仁杰出来？元儿觉得只要是天后信任的人，那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。你指的信任是狄仁杰还是崔瑾？他们都是您信任的人。如果你是我，你就会知道这天下没有可以被信任的人。元儿懂得。你真懂吗？这旨意还没到，你就已经办上了。我可没几天活头了，得穿得体面些。少废话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咱们兵分两路，你带人到悬空寺守着，那里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，而我呢去烟雨阁看看，或许有新的线索。赵东孙平在。在。你们带上人马日夜潜伏悬空寺，凶手一旦出现定要拿下。是。我跟你去烟雨阁。
诉你们，快点，你们这些江湖术士，成天风言风语，抓你们是怕你们扰乱了社稷。那也不能乱抓呀。别废话，快走。这是你下的命令吗？没错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崔大人果然杀伐果决。你不用揶揄我。请，各位大人，这一身劳顿的，快让姑娘们给你们好好捏捏。来，姑娘们，来了，上酒，来吧。我说大人，坐怀不乱呢。你不是有正事要办吗？对对对，要委屈您了，我这就去啊。这位大人可真挑剔，难道我们这烟雨阁就没有合您心意的姑娘？这个嘛，有是有，能不能请青城阁的姑娘来聚一聚啊？哟，这可不成，青城阁的姑娘可是我们烟雨阁的花魁啊，怕是不方便。那这样方便吗？这那我就自便了。您随意。走喽。云初，这位大人，云初今日不见客。云初，真的是你？哦，原来是狄大人。不想解释，反正这一次来，我一定会把你从这里带走。狄大人，请自重。云珠，相信我，我一定会替老师平反，然后带你离开这里。为我爹平反，带我离开这里。我爹死的时候你在哪里？我一个人绝望无助的时候，你又在哪里？七年了，
我以为你都死了。不找到你，我怎么敢死？狄大人，我真是在牢里待久了。哼，云珠。这一次的天眼案是替老师翻案的好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你想知道什么？王太医出事的那天晚上，你有没有听到什么或是看到什么？那天晚上我刚要休息，却被一阵嬉闹声搅得心绪不宁。我出房间一看，原来是对面的李宝琴。突然我听到一声尖叫，第二天我才知道对面的宅子里有人死了。我知道的就这些。狄大人，如果没有别的事，我要休息了。老板啊，这香啊，有没有更清雅一点的？有，客官是行家呀。来，您这边请。啊。您看看这个。这可是当年高昌国进贡之物，世所罕见呢。又是高昌国。大人，我回来了。凶器的来源找到了吗？那日我追出城外，一路打听，终于找到了他。这个人名字没有留下来，不过好像是一身算命先生的打扮。算命先生，看来这案子关乎着整个大唐的命运啊。不会吧，这么严重啊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悬空寺出事了。走。五更时，
小沙弥找师傅早课，法空师傅已经遇害。这间厢房就这一个出口，而我的人在厢房外面围了三层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整晚中有人进来过吗？二更时小沙弥给他师父送香炉，我刚对小沙弥做了盘问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应该是从这儿下手的。这么小的缺口如何下手？长杆。长杆？对，如此冒险的行凶，他凭什么？什么不对？按照九星飞空法来推算，悬空寺之后就应该是皇宫。如果我是凶手的话，皇宫应该是最后一个案发地点。皇宫是在中宫，这最后一个凶案地应该是在前卫。为什么在皇宫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案发地点？非我们中间是漏掉了什么案子吗？不可能，如果还有天眼案，大理寺不可能没发现。你是不是想多了？与其说我是一步一步的走进真相，倒不如说我是一步一步的被凶手牵着走。什么意思？太顺了，这一切都太顺理成章了。顺不好吗？太顺了就容易固步自封。姐姐，你字写得真好看。怎么突然想学写字了呢？刘公子。米商刘大官人的儿子。嗯，他
他说他想给我赎身，虽然我们不是青楼女子，但要是没点长处，总怕会被人瞧不起。只是刘公子说他的钱不够，他爹啊又特别小气，所以让我再等等他。你呀，就是太年轻了，男人随便哄你几句就把你迷得晕头转向的。今天他跟你说，明天啊又能跟小红跟小绿说，只要他说了，你们就会尽心尽力地伺候他。可是结果，你看这些年咱们烟雨阁能出去的有几个呀？可至少他愿意骗我呀，不像其他的客人就知道占我便宜。姑娘，老板叫你过去。好的，我们走吧。嗯，只有一炷香的时间，之后就会上锁，赶紧。不是，我们来这里干嘛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从前锋殿开始找。哦，啊。是这个吗？是的。乾丰元年春三月甲辰，赫连宇光妄议朝政，图谋不轨，联名上书落款王平、张允泽、王仆、沈三郎。这些都是导致赫连大人被杀之人，那照这么看来，云珠小姐好像真有作案嫌疑啊。眼见真相不一定是真的。赫连府男丁充军名单，无名。赫连府管家高昌国遗孤失踪。高昌国，怎么就缺了一页呢？到底去哪儿了？黎大人，看来找到新证据了，交出来吧。
原来赫连云珠就是真凶。恭喜狄大人找到真凶。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，并不是事情的原委。狄大人，你被情左右了。赫连云珠，你们是做什么的？我等奉命将天眼案嫌犯赫兰云珠捉拿归案，闲杂人等速速离开，否则与赫连云珠同罪。此事与你们无关，你们快出去。你们谁也不准带走我姐姐。带走。住手！你们这是干什么？赫连云珠为报家仇制造天眼凶案，你说我在干什么？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你凭什么这么武断呢？武断？狄大人，你也太小瞧我了。死者都在里面，赫连云珠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没什么可说的，所有事情都是我做的。云珠，带走。恭喜你，狄大人。云珠，还不快走。云珠他不是凶手，要是为了报家仇还有那些手稿，那就能说明这是杀人证据的话，那你想想，那王平还有许自如还有法空，他们也没在列，也被开了天眼。还有，有哪个凶手会自己承认所有罪名呢？是不是凶手狄大人就不必操心了，本官定会亲自审问。进了大牢你会怎么对他呀？我想你比我清楚，这明摆就是个圈套，凶手用云珠做挡箭牌，其实真正的目标是皇宫。你为了自己的前程草草结案，置大唐的安危于不顾。狄大人，请注意你的身份，你如此包庇凶犯，
我看你对凶犯存有私情。张鹏，在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和这个案子没有半点关系。从今以后，不许再见狄仁杰。狄大人，对不住了。今天是最后的期限，我的大好前程不能毁在你的手里。来人，送狄大人回天塔。大唐会被你毁了的。这根本不是九星飞空法，他在利用我。我每一步破案的过程，都成了他预先设计好的答案。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呢？我倒是明白大人的意思了。那这真正的凶手到底是谁啊？大人，会不会是云珠小姐背后的那个人？你不该来这里，为了赫连家，你做的已经够多了。这些事本与你无关。你还以为我只是为了老爷吗？我知道我欠你太多，只能下辈子来还。所以你就替我扛下所有罪名。小姐，如果你死了，那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意义了。这些年是仇恨一直支撑我活到现在，如今大仇已报，我却丝毫没有感觉到解脱。报仇这事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？我们错了，妖后无故杀害老爷，还下旨火烧赫连府。小姐，你为了保住老爷的灵牌，冲到火里，七年了，你背后的伤疤折磨你整整七年了。究竟是我们错了，还是这世道错了？不要说了，无名，你快走，你快走。小姐，对不起。
好久不见了，无名。狄大人，亏你还记得我。云珠在哪儿？怎么，你还想带她去那牢里受苦？我知道杀人的并不是云珠，是你。你用百姜草伪装成三线金丝想点燃，然后用烧红的空心凿子给人开了天眼。你用高昌国的邪术给云珠植皮，是吗？一点没错。老爷含冤受苦，满门被抄，我受过老爷和小姐的恩惠，为了给老爷报仇，为了保护小姐，我万死不辞。报仇？那真的是老师想要的吗？都杀了那么多人了，能抚平你心里的仇恨吗？无名，你也只是其中一个棋子，你知道这案子关系到大唐的命运吗？妖后祸乱朝纲，滥杀无辜，这大唐早就完了。天后治理朝政的确是让我刮目相看，我在牢里这么多年，有时我在想，我跟老师是不是都太固执了。狄仁杰，你别再说这些没用的废话了。当年要不是因为你，妖后怎么会拿赫连家开刀？我本来想看在老爷和小姐的面子上放你吗？你这是自讨苦吃。你这不是在帮他，像你这样的人根本就不配懂爱。小姐，他根本就配不上你这么多年的牵挂。无名，收手吧，我们的确报了仇，可是你想想那些无辜惨死的人，我们竟然为了报仇让自己也变成手上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了。无名，赶紧醒悟吧，只要找到真凶，我一定会替你在天后那边好好周旋的。你少说废话。狄大人，无名，还不束手就擒。小姐，地狱由我来下，但在我下地狱之前，那些伤害过你的人，都得死！住手！别放箭！请你一定要避开我。
定要记得我。无名，崔姬，灵药可成？陛下，灵药大成。快，快给朕拿来。是为了迎合九星连珠的奇观，一次鼓吹大唐将乱的谣言。现在还差最后一个天眼，那就是皇帝的天眼。所以皇宫有难。带开！站！陛下，服完此药，需前往上清宫还愿，如此才能痊愈。那是自然。哎，狄仁杰，你干什么？皇上有难。你放什么厥词啊？让开！我说皇上有难。哎，让开！你让开！你把他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何人闹事啊？崔大人，罪臣狄仁杰要闯宫，还说是有人要谋害陛下。谁要谋害朕呢？陛下，陛下，狄青啊，七年了，脾气怎么还是这样？崔世子，狄大人这是要给我赐字吗？我只是想到了一个故人。狄大人，人生在世，处处是交易，这是你教我的。赫连家的事，我已经和皇上提过了。从今以后，咱俩互不相欠。你多保重。来，无名，我命人厚葬了。我欠他太多了，那是他心甘情愿的，你也不必太责怪自己。那你呢？我的爱不及他。我只希望你能再给我一次弥补的机会。
云珠，你别想太多，闭上眼睛安安神。狄大人，今日全城歇业，您就好好陪陪云珠吧。全城歇业？对，天后与皇帝要去上清宫祭祀，所以全城歇业戒严了，您就好好的在这里休息吧。啊，等等，大人，大人，狄大人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原来是你。之前我还有一些不明白，如今我知道了。那天张御史本应该被带到西一厢房，结果你把他带到了西二厢房。张大人，里边西二厢房啊，走。在这之前，你也让无名在里头候着，还有崔姐，她为什么会知道云珠那么多的秘密？原来也是因为你，因为你知道云珠在这密室里头的秘密。贵人，我是打开门做生意的，这姑娘的香阁可不是随便可以进的。所以你是崔锦的人？狄大人，我不明白您的意思。想用百江草来害我，这有点拙劣了。那是金丝香，是云珠姑娘最喜欢的味道。金丝香带着清雅，要是里面掺杂了百江草，将会带着心力。走，把他带走。是是。放开！走。放开我！上清宫。原来他们的目标是上清宫。云珠，我还有最后一件事情要做。我知道，在你眼里，国家大事永远比儿女私情重要。云珠，我已经无依无靠，而你也可以全身而退。难道我们一起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隐遁田园不好吗？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如果天下大乱，又何处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呢？我知道，我永远也留不住你。去吧，照顾好自己。昌国的勇士们，这天下已人心惶惶。今日唐朝皇帝和妖后出宫祭天，是我们最好的时机，要用妖后的血祭祀我们高昌国死去的灵魂，让整个大唐
感受到我们高昌国人的愤怒。杀李治，杀杨红，杀李治，杀杨红，准备伏击。是。人杰，你居然还没死啊！你用烟雨阁老板来害我，其实画蛇添足了。看来你明白了，你戴着一副急功求利的面具，的确让我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。在牢里，你先试探我的破案习惯。竟然是个乾卦，啊！卜卦断案。然后，根据我的习惯，你巧妙的把先前的案件，给我做了个九星飞宫的作案特点。这能有什么联系？凶案的发生顺序，是按照九星飞宫法的路线进行的，好让我入了你的圈套，然后又伪装成急于升官的样子。识君之路，忠君之想升官吧？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大理寺卿对我有多重要。凭什么撞啊？废话，走！这是你下的命令吗？放开我们！没错，宁可错杀，绝不放过。草率抓人，以求结案，目的就是让我对你放松警惕。接着。你又用金丝香和丝绸碎片诱导我去烟雨阁，出自杭州的青蚕丝。案发现场的对面就是烟雨阁，让我发现云珠的事情，继而为抓住所谓的真凶无名做好铺垫。无名不傻，只可惜你牢牢抓住他对云珠痴情的这个弱点，你想利用我和云珠的感情让我方寸大乱。云珠，怎么是你？这些人都该死。到底是我重要，还是案子重要？你几乎做到了，可是你忽略了一点，档案库里撕掉关键的那一页，其实反倒是暴露了。要知道，史官那里可是有手稿的。其实开天眼杀人，就是你利用九星连珠的奇观，想造就一场大唐将乱的谣言，而真正的目的却是在这里伏击二圣，为你的高昌国复仇。我说的对吗，世子殿下？狄仁杰，你的确挺厉害的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报仇。你不是从史书上看到了吗？八年前高昌国世子之争，太子崔正金向大唐求助，并将世子交为质。但是呢，史书没有记载的是，你们派了三路大军拿下都城，杀了世子，灭了高昌国，这些都是妖后所为。国家存亡并不是外来力量可以一击致命的，更多是先亡于自身。更何况这些年，哪怕是亡国的高昌国人，也能在二圣统治的大唐安居乐业。好一个安居乐业！你以为这些小恩小惠就能让我乐不思蜀，忘记亡国之痛吗？今天你来了也好，我就让你亲眼看看我是如何毁了大唐。我要让整个李唐江山夜夜笙歌的每一个人都要为高昌国的灵魂谢罪。
天后，陛下。崔锦，你以为这手眼通天塔只是摆设吗？姚浩，不要过来！殿下，殿下，天后，既然你都知道整件事的真相，为何还让我出狱查案呢？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？不过你做得很好，我和陛下都非常满意。但是那些无辜的人……无辜？你以为这天下真正有无辜之人吗？天下太平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可这代价却是百姓。百姓乃江山社稷的一部分。狄仁杰听旨，请破案神速，护国有功，今免除罪责，着拔大理寺卿。赫连雨光一案视为冤案，特平反昭雪，
追封赫连宇光为楚国公，改礼厚葬。谢陛下。百驾回宫。诛弦断，明镜缺，朝露晞，芳石歇，锦水汤汤，与君长绝。